进去他就是跑掉。对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是我看完，然后去报警，真的是谁？太直接。我打呀。Yeah!
着的 member， 大家有听懂我？哈哈哈哈哈！那刚刚为什么带来的这首歌曲呢？是我们的第一首原创单曲 ，Belongs to me， 属于我，你们都属于我，好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会为主人带来就是第二首歌。那第二首歌虽然现在还有点早，但是这是一首充满了圣诞节风味的歌。那主人带来 Little Christmas。
的卤汤味，有。好，炒面面包好吃啊！好，那经过两首这种歌曲之后呢，希望大家已经嗨起来。那接下来，比较松懈，我们会带来更嗨的歌曲，等一下组一起大声跟我们一起喊出来哦，好吗？好，那么接下来由皮娜狗他一起带来甜又冰的俄亥俄。
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在这之前呢，如果主人喜欢我的话呢，可以上 FB 搜寻 TIP2943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页咯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即将带来的是最后一首歌曲，它很特别呢，是阅读女仆咖啡的主题歌曲哦。这首歌同时呢，也是我们的阅读店铺主题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Yummy Yummy》。Yummy Yummy。我也没问，只有我也好奇啊。你已经
太好的。那么如果想看到我们花石呢，每个月都会在我们的阅读女仆咖啡有固定的表演。没错，每个月都会固定有一场，至少会有一场的表演。喜欢我的表演的主人也都可以回来看我哟。好，好吗？再说一次，没有表演的时候也可以回来吃个饭。花石的班表都会公开在粉丝页上，想要看花石的主人都可以回来哟，好吗？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厉害的表演者，没错。下一组表演者是黑猫。